都不知道為什麼這隻會變成最後一隻的，是沒什麼特別原因的，是就好像這個 show 沒什麼特別原因就開始了，可能是一些緣分跟大家的緣分在哪裡，不是唱緣分唱緣分啦，我不懂的我是半生废纸，让我花掉。如果我是个空罐子，为你跌了心，被你浪费，被你活埋。留意行船路牵挂，神龙。